才艺展示，展示的是诗吗？对，掌声。男儿有志平天下，万里孤行访九州。朝起江淮通冀北，夜临京兆眺清秋。三千白发知音少，一片丹心似海游。苦尽万般君莫问，青山常在水长流。啊，这就完了？还有吗？没了。不是你念那么快干什么？你既然要朗诵，你得有一定的感情在里面，让我们感受一下里面的氛围是什么。否则的话，你就这么一股脑念了，啥也没记住，你怎么影响别人呢？我想给他念两句：叶落乌啼霜满处，独上高楼望尽天涯路。是不是你的心境，能不能表达你的这种状态呢？他的一个心境，我从他上台到现在，就感觉他自视颇高。但是处处碰壁，对吧？处处受到冷遇。就我老侯，你年轻的时候有这种感觉吗？有点儿。对呀、啊。有点儿，但是呢，他有点过了。他刚才诗里头他写了也挺好的，他游四海呀，怎么怎么样啊？但是实际上，你有这个经历吗？侯总，我想问一句，等一会儿，我想问一句，你有没有这个经历？有。什么经历？做编剧的时候。业余生活都在做什么？钓鱼、打球、看书。钓鱼、打球、看书是对人世的一种。体验吗？那还不是吗？是吗？钓鱼、打球、看书了，是另外一种体验。不是我觉得如果你要干什么都是体验，你只打球、钓鱼、读点书，你能引领什么呢？不是，那你要他怎么样呢？我希望要么他降低一点，你就打球、看书、益智就可以了啊，就不要想引领大众。他为什么不可以呢？如果你要，为什么不可以呢？因为说句心里话，在这个过程中，除非你是绝顶的天才，你能够感觉到人生的真谛，除非是这样，要么你要经历沧桑，读万卷书，行万里路。我比他年纪小的时候，我干的跟他差不多的事儿，我还不钓鱼，我就打球看书，我还想当亿万富翁呢。他现在梦没破灭呀。我23岁的男生为什么梦想要破裂呢？你侯总，首先我觉得侯总，因为你的观点很老了。侯总，我非常尊敬您，但是我有一句想问：为什么您一定要用您的价值观和眼光来绑定我们年轻人呢？不是我的价值观，他如果不想引领大众的话，我无所谓啊。他刚才那首诗里头是多大的胸怀？没有，我觉得胸怀大，胸怀没有关系。多大的胸怀要做多大的事，知道吗？你的才华配得上野心就可以啊。我现在才华配得上野心，特别想叫你侯爸爸，你好。可以了，可以了。听听95后的意见好不好？你这个想法太老了。来，陈清义。孟子有句话叫做达则兼济天下，穷则独善其身。我们可以从他的履历来看，第一份工作是做编剧，他想怎么样？他想兼济天下，但他发现他兼济天下不太成功的时候，他又选择独善其身。他是不是回到他该脚踏实地去挣钱还债的时候？我觉得很多年轻人没有办法说，我今天一上来我就是谁谁的儿子，或我今天就生在罗马了，那厉害，没办法，拼命拼投胎的命。但是有些人就可能到35岁，他的生活阅历到达了那个阶段的时候，他才可能成为那个可以兼济天下的那个人。我们一方面想要告诉年轻人现实是什么样，但我们也忘记了，我们也在现实当中无奈着。他有一点美好的梦想，但是他脚踏实地拿4000块钱一个月，是的，他还要怎样？他没有开出高价，他更没有像你那样慷慨激昂站在这跟着你对怼，他很儒雅的站在这儿，他的涵养比你刚才好。不，他忧郁了，他忧郁怎么了？所以他走不出来。你难道宁愿一个人不忧郁、桀骜不驯的跟你对怼吗？那会儿你又会说他不尊重老人了。不，未必，对不对？胡老师，他如果敢站出来做对怼的话，可以了，侯学军，说明他走出了他现在的状态。侯学军，斯文一点，保持一个老人家该有的风度，还不如一个年轻人，对不对？哎，高天，你能走出来吗？你招他吗？对呀，你招他我就告诉你，你想对那个老爷爷说什么？如果我是你，我就会跟他说：谢谢你刚才对我的提醒，这个注意三高啊，保重身体，嘿嘿。哎，给他笑一个。但是，何老师啊，我想对您说呢，首先您的资历、阅历还有年龄都比我要长太多了，我没有到达您的那个水平。然后呢，您也不能说我将来在您这个岁数的时候，我能达到什么样的程度？就是我相信，就是你决定不了我，我也决定不了你。
每个人都有每个人的故事嘛，也不可能说每个人都要质疑你，然后你要去向每个人去解释，这是多余的。自己过自己，将来之后用自己的实际能力去证明。每个人都有梦想，每个梦想都该被尊重。可能很多人都误解了他，觉得他内心可能胸怀着一种不能实现的大志，但我不是，我蛮理解他的。我看了他所有的微博，他的文字非常的有动感，也非常的有情感，不是像很多人认为他没有情感，只有情绪。我觉得一个人只有有了情感才会有情绪，所以我很看好他，也很欣赏他。来来来，我们来看一下他的社交数据解读。一，我看到了什么？非你莫属，爱情保卫战情感专家。高天同学，你该不会是跑来追星追土磊叔叔的吧？和高天最匹配的企业家是六人游的潮汐，和他最不匹配的是归园有机买的侯学军。他全身心投入到奶牛成长中，没时间顾及儿女情长。来，第二轮选择去火灵。还有五盏灯，来写薪酬，来就是你，5000+，上海。对，工作地点上海，主要是做自媒体的文字编辑跟文字的这个推广。好，来宇东，4000，五，啊，还有个五是吧？五，北京。好，来马瑞。4000+，也是自媒体的文案编辑，北京。尹峰，5000，什么岗位？文字。来李群，6000，天津。岗位？文字编辑。文字编辑，考虑一下，灭三盏，留两盏。去吧。不好意思。加油！高天二，我全场在挺你，你义无反顾的把我灭了，这是你爱我的方式，对不对？有请尹峰、李群，谈钱不伤感情。来，请揭晓。这价格要不要谈？就是有没有提供住宿吗？找间宿舍可以吗？在工厂里边。可以啊。来来来，咖啡之意提供住宿吗？我们好像有一些员工宿舍，但是好像住满了。然后我现在还真是不太清楚这个环节。好，考虑10秒，做出你的最后选择。脆生生、咖啡之意，或者是谢谢再见，你的选择是？脆生生。